家好大。还好吧。你之前有学过吗？算学过一点吧，一点点，但没有什么系统的学过。那你都会弹点什么？都会，我只要是我只要听过的，我都会弹。就喜欢这样玩一下。你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就没有老师教，我想学钢琴，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条件。钢琴的基础就是先从基本的手型开始练起的。一直是这个手型的话，那你后期要稍微难一点的曲子，你肯定就无法来的。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曲子？随便说一个。唯一。唯一。就都可以，只要我听过的我都可以。老师，我这个天赋算是可以的吗？可以，相当可以，相当可以吗？对。那你平时唱歌吗？我唱，就会去 KTV 跟朋友唱歌。对，你说一个你最拿手的麦霸类的歌曲。Wonderful You。什么 You？Wonderful You。Wonder， 我没有听，我听行吗？嗯，这个吗？是谁的歌？阿嘎，他叫阿嘎。阿嘎。OK， 好好听。OK， 老师，我大概是会了。What？ 真的，我试一下。唱的好，老师唱。上课就上课，怎么还唱出来了？是我男朋友。